R E R E F R A I N Refrain， 怎么感觉像听过一样？开了守护之后怎么点歌？微信发给我呀，守护都是加微信的，然后你们在微信上发给我就好了。说，但我就想不起来在哪里听的了，叫 Refrain， 之前也不知道弹没弹过，但就好像是那种动漫啊，
配乐呀、BGM 啊那种感觉。数码宝贝，感谢梦，马上我这个人气就用完了。哦，我才看到24啊，我才，这是我才看那什么吗？对，我刚刚弹的好像就是这个吧，是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好听。BGM 吗？对哦，今天刘德华的演唱会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之前弹，哇，谢谢，感谢恋哥。我之前弹的什么来的？之前弹的，对呀。我说这虽然跟我没啥太大关系，但是如果我要不直播的话，我估计我可能会过去看一眼。然后我换位想想，那你们可以看他们呀。所以是不是人流量也过去一些？会不会？这后面有回复我啊，你上个电视，然后还要让别人去参与，去那个点呢、啊？那你就是我可以接受一个人就不会在虎牙上消费，但是你要带着别人的牌子这么讲，那我就不开心了。就我是可以接受，就是啊，我在虎牙上绝不消费，那你就一个牌子都别有。感谢恋哥，谢谢。稍等，我这边先弹那个守护点歌。哎呀，那我
那我开序抄粉这个咱先开序上好吧，咱这个开序抄粉这个人头咱别空着，我感觉只要这个有一点点小血丝什么的，可能我这边就都有可能能过的，有一些梦想。看一眼啊，那我这个点歌就换成那个科技血瓶啊，2个，然后4个是这样算吗？主要这个血瓶我真的不太想弄，因为弄完之后好多小哥哥他就点不了了，也不能去开一个那个剑士吧？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为了点歌开个剑士吧？就是在虎牙上从来都不消费的小哥哥，我不强求，真的，你们可以在这里点三袋虎粮，哇，有一点点血丝啦，有一点点血丝了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就是我们，就你肯定是没有在虎牙充值过的话，你就点三下虎粮，万一出来了呢，对不对？也不扣钱。赶着谈，然后这个开序抄粉，我看不出你们谁是谁，谁开了什么的，但是眼睁睁能看到这个能量条在往这个
五个人马上快到了。你这是后台点的哪一个歌什么的是吗？没到呢，没到呢，一会儿到你的时候我弹好吧。还差个一个人的样子。哦，我知道那个不能弹，但他换一个不。稍等啊，你们点的歌在本场直播应该我都会弹的，这个不太确定能不能弹得好。哎，发咪来，上来，它太高了。手感那么几个音，可能相差的也不太多的样子。这不你点的不还没弹完吗？不是，现在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那个啥了。感谢小哥们的负担。这个精装包裹你换成什么了？我没有看到，或者是你公屏说一下，然后九九看到的话截图发给我吧，好不好？然后这里面即将要谈的是数码宝贝踏雪和这个喂啊，没有喂 ID 喂喂的刚刚送的十个粉丝牌的小哥哥，你能不能理理我，理理我们家场控啥的，咱们这个你点的歌咱虎牙弹不了呀。不是啊，来，你问我答模式是不是？来吧，开启吧。你们想问啥？哎，我们这个开通续费超粉，五个人倒是过了的。哎，昨天，哦对，想起来了。我说，哎，我昨天好像都开始一个人一个什么什么粉丝牌了。我说咱怎么过的？突然之间失忆了。那就只能先这样，你先记个他 ID 吧，如果他要有什么事情的话就到时候再弄，我就先把他这个给删掉了。没有啊，你看你想点什么吧，就有好多都是免费点歌呀。你要非要点那种就是很贵很贵很贵的，那就很贵很贵很贵呀。
现在我这个点歌为了过这个任务嘛，就现在是两个血瓶的，目前好像还没有这么点的。我在回复呀，所以我说在弄节目啊，我说这个节目他就是想让我聊会儿天，不一定要干什么，所以我说那你们，我刚刚说的是什么，我说哎呀真的是反向的钟会谈吗？有谱子好像我谈过的样子吧。啊，我说你问我答模式吗？你们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我就开始回复啊，我就不一直这么咣咣咣咣咣谈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到电视啊，我这边不是在谈别的歌吗？所以我在谈啊。哎呀，我不是一个谈，我就是先看哪一个歌，然后我这边能先找到我就先谈的哪一个，我没有说哪一个歌，我没事了，我真的我都会谈，我都会去谈，只不过有的歌我这边要换个软件去搜，有的我在虫虫上，有的我在那个弹琴吧里面。两个血瓶嘛，两个科技血瓶，对，我有的时候要换个软件，我就在这个软件上能有的谱子我都就这么弹了。但是你要现在等一下小哥哥，我这边还要弹一些歌。《笑傲江湖》应该是有吧。
骑我脑顶上。之前也有说，但是我弹的比较急，哪一首哪一首哪一首什么的，然后我真的就不太会。